你这含我都会样唱啊。系。男士必须的抗争。是人的歌。恁爸那要唱歌，你拢敢袂动？我拢真正永远拢唱一句尔。是，伊的歌嘛是照你安尼唱，无可能卖二十几万张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歌就硬软开。我你唱。男士必须的抗争。你比刚刚快一点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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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天下骨来啊！哎，要无都爱当舞台顶看才看会到，当这电视上要看你就较难得看。系啊系啊，啊，都足侪人吼，那我要做舞台节目，拢会要求讲一定爱唱日本歌啊，啊，所以吼穿一个较功夫的啊。啊，那一块唱袂煞呢，安尼红红甲要死啊！凭良心讲，目前以歌坛内面讲，这歌唱是应该，你想入客店。对不？叶启田伊这块歌爱拼才赢，内面的歌词好嘛？大家咧学也紧，也莫怪唱。啊，你这含我都会样唱啊？男士必须的抗争。是人的歌。恁爸那要唱歌，你拢敢袂动？我拢真正永远拢唱一句尔。是，伊的歌嘛是照你安尼唱，无可能卖二十几万张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块歌就硬软开。我你唱。男士必须的抗争。你比伊更加歹听。尤其种安尼鼻音甲喉安尼小话声，对不对？真的真。我是来咧看色的，后查甫在耳，后查某在耳，啊！恁妹侬听咱中咧看人耳安尼。笑啊！要用耳，啊！有影你讲歌词有道理啦，因为即马诶，拄啊唱诶是讲负责帮诶，互你拖安尼嘛。啊！即马吼，搁第三块唱片都无同款，歌名叫做啥？你知无？叫做现金价伫咧股市。哦，股票诶代志。即马诶，拢爱对诶社会时代咧行。哦，顶迄个是负责帮互你拖。顶也是负责累累。啊！即摆第二地是请你着保重，爱保重才袂负责累累安尼啦。啊！即摆即地是现金价的高市，高市。因目前咱吼，即中华民国的现象哦，真奇怪呢。我感觉有分做三等人安尼啦，吼。头一等人哦，就是炒地皮啦，哦，炒地皮，卖土地啦，吼，敢那费玉清一样，卖土地啊，趁钱安尼。啊，第二等人哦，就是安尼买股票。买股票，即马咧挂单买股票的人嘛有够侪啊，规台湾安尼哦，安尼大家安尼足热的安尼啦吼。啊，佮另外一种人吼，都是六合彩。你即马讲，你讲即句，啊，看我两个咧笑意思安怎？嗯，无啦，我是讲嘛有专门咧签六合彩的人安尼啊。最近我嘛开始炒土地，但是我不爱炒一般，迄款什么什么市内啊、闹区啊，不爱。我去帮阿伯，我炒帮阿伯。为什么？因为山平啊，比人比较贵的。袂啊，这个干，因暗时拢民房死人来咧找啊。啊，你这算讲人死人种的所在，我甲找较好的风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个耍咧要唱啥？诶，个耍咧吼，就是唱台语歌，就是我第二块唱片的歌，歌名叫做《永远唱袂煞》。